那接下来课程我们要来看一下啊，如果用泵要架比较完整一点的角色，会到什么样的方式？好，那首先到 create system泵，然后呢，从 left 或 right 视窗啊 ，left 或 right 视窗来开始制作。那我会建议开始用锁格点的方式来建东西。好，那我要做一个。像机甲争霸战那样子形态的机器人，所以好，大概到这里锁住，然后太上面了，等一下再改位置。好，所以脚，然后脚掌脚尖的概念，好。然后到 animation， bone tool 的 bone edit mode 里面啊，因为我现在想要再微调一下这些的位置，啊，我想要再稍微调整一下，所以需要到这个来做修正。脚到这个大小，我的脚大小是从这往下算哈，所以脚这个大小，脚尖这个大小应该 OK。好，所以其实只是要形成一个这个造型。那我锁格点的原因很单纯，等一下比较好对位置。那你没有锁格点也能做，就是要我还是会操作一次，如果没有锁格点的话。好，那然后呢，我会希望这整个骨架。的颜色做一下渐层，OK， 然后换颜色 ，OK， 好，所以没有色到 ，Animation， 蒙兔啊。刚刚没有按那个 apply， 好，那它就会从副物件到子物件颜色做变换，好，等一下，还是没改到，我所谓的没改到是那个，我怎么会把这个拉到这么高？应该要放在地上。这样子，好，放在地上才是对的位置。好，因为等一下我的模型就会在这个地面去做生成。那因为我是用移动那个 pivot 的，所以这一颗歪掉。如果你是直接建立的时候就拉在地上，这一颗会是直的。那这个不影响，末端这一颗完全不会有影响。好，那接着我们就要复制另一边的脚。那你可以先不要这个时候急的复制，我们可以先把该做的东西做一下，接着我需要的是辅助物件 dummy， 好，辅助物件 dummy， 那如果你有就在 perspective 视窗直接建一个 dummy， 那因为我有用锁格点，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把它搬到正确的位置 ，pivot 会对到的位置，好，那如果你在建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对所谓的，就是像我现在用对 pivot 的方式做，好，那也没有影响。如果你不是用这个方式做，而是用这个方式做，就是直接就这样子做了。啊，如果是直接这样做，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在操作上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建立物件的时候，把这一个打开 ，snap 打开。好，建立 dummy 的时候，把 snap 的一个视窗打开，然后选择锁 pivot， 锁定 pivot， 然后打开锁定，拉近一点，那就会看到有没有锁到了。那我就在这个视窗直接建。
就这样直接建立两个 dummy。 好，dummy 的大小其实也跟物件的大小没有影响，所以你就直接建立。好，那这个建立完以后，就这样子的结构加上两个 dummy， 那我们要看一下HI solver 了。好， HI solver 一个是从这里到这里，所以 animation IK solver HI solver 这是一个，所以有没有一个在脚跟？另外一个呢是从脚尖 animation IK solver HI solver 到脚跟这一节，所以你会看到先要形成这样的结构，一个在这里，然后一个在这里，那两个 dummy 都跟刚好在这，所以其实 dummy 的建立方式很多个，你也可以在旁边随便乱建，建完以后用对齐指令对，就顺序上你也可以先建 HI solver， 然后顺序上再建 dummy 以后做对齐指令 pivot 对 pivot 把它对过来，一样会得到相同的结果，所以没有一定怎么做。那这样子就完成一只脚的结构上的需求，但是我们还没有产生控制上的需求，等一下再来做这部分。